太久诶，车全咧晒落来是查甫诶呢。就那个骑士可能骑到这边，然后因为那个路突然变窄，所以啊，他可能累残，所以就放了那三角锥。嗯，那放了一阵子了啦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还有那个闪光灯啊，那放了一阵子，那个就坏了，剩下三角锥。路口很窄很小，视野不好。